哈喽姐妹们，今天用咱们家绞肉机把这个冰给它碎了，看看怎么样啊。看绞肉机，它这里边这个是食品级的啊。碎冰之前要用那个擀面杖把它砸碎一点，要不然块太大了，用擀面杖砸一下的话，碎的时候更省劲一些。碎多少呀？这个第一次用不知道，先碎这些吧。这些也不少了。一个绞肉，一个绞菜，摁一下。好了吧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姐妹们啊，这个紫薯米饭太诱人了，咱现在去吃它。咱们刚刚碎出来的大米饭，这绞肉机可以啊，姐妹们，又可以绞肉还可以碎冰，但是大家碎冰之前要用擀面杖给它砸一下，这样的话省机器，是不是？我这个是两升的，姐妹们啊，我这个是两升的，我觉得两升可以了。太好吃了，停不下来。姐妹们，大家如果也想吃这种大米饭的话，可以去拍一下这个绞肉机啊，在家里绞菜绞馅儿，还有那个碎冰都可以，有需要的小黄车去拍吧。